专为新时代游戏影像体验而打造。NVIDIA 技术行销总监剖析 GeForce GTX 1080技术内幕。NVIDIA 预定五月底推出新一代显示卡 GeForce GTX 1080。日前 NVIDIA 技术行销资深总监 Nick Stan 特别来台说明产品特色与规格技术，为玩家揭开这张新一代显卡王者的技术面貌。GeForce GTX 1080采用 Pascal 架构制作，产品定位是目前效能最高的 GeForce 系列显示卡，首度采用16奈米 FinFET 制程，搭配 8GB GDDR5X 高速绘图记忆体，处理效能超越上一代显示卡。GeForce GTX 980SLI 两张，以及 GeForce GTX Titan X， 目标为虚拟实境运算技术提供更好的演算效能。Pascal 五大亮点。NVIDIA 精心设计的 Pascal 架构专门处理包含 VR 这类拥有庞大运算需求的技术应用，此架构结合五项颠覆性技术，新一代 GPU 架构 Pascal 针对每瓦效能表现进行优化，使 GTX 1080的能源效率达到 Maxwell 架构的三倍以上。16奈米 FinFET 制程 GTX 1080是首款针对16奈米 FinFET 制程进行设计的游戏， GPU 采用更小更快的电晶体，以更高的密度封装至晶片内。GPU 内含72一个电晶体，能大幅提升效能表现与能源效率。先进记忆体 Pascal 架构 GPU 率先采用美光公司 8GBGDDR5X 记忆体，搭配256位元记忆体界面，传输率高达每秒 10GB， 使记忆体频宽效率较一般 GDDR5 高达 1.7 倍。极致工艺频宽与能源效率的提升，让 GTX 1080的时脉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在超过 1700mHz 时耗电却仅有180瓦。全新非同步运算模式增进能源效率与游戏效能，而全新 GPU Boost 3技术更支援先进超频功能，突破性游戏技术。 NVIDIA 从研发、执行游戏到分享方面全面颠覆游戏面貌。全新 NVIDIA VR Works 软体功能让游戏开发者得以将前所未有的临场感带入各种游戏环境中。 NVIDIA Ansel 技术让游戏玩家能以崭新的方式分享自己的游戏体验以及探索游戏世界。
NVIDIA 技术行销资深总监 Nick Stan 以四大主题来深入说明 GeForce GTX 1080特色：新艺术形式、全新音效表现、新效能王者、新技术。Enso 新艺术形式。Nick Stan 指出，随着近年游戏内的景像品质越来越逼真，也让不少专业的摄影师以游戏作为拍摄素材。而随著1080推出的 NVIDIA Enso 技术就是因此而生，将游戏截图跳脱既有框架，透过整合到游戏中的 Enso 技术，玩家能够应用不同的视角、专业摄影滤镜、光源调整，以不同于内建截图的视野拍出高解析度的游戏截图，最高可以支援原本游戏放大32倍大解析度的截图影像，更还能携取360度 3D 环境画面，搭配 Google Cardboard 等 VR 装置即可观赏身临其境的截图场景。为了达成上述的目的， Enso 使用 GeForce GPU 提供的 CUDA 可程式运算功能支援，同时具备容易整合的特性。 Nick Stan 以 The Witness 巫师三举例，仅需要开发公司置入40-150行程式码。而在 Enso 技术曝光后，许多游戏开发业者表示了高度的兴趣。但 Nick Stan 也指出， Enso 的技术可以将游戏暂停拍摄，可是对于某些线上游戏来说就不适合，而且玩家能够跳脱原有的游戏视野，也可能会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因此Enso 也提供开发者能对所提供的摄影资源的限制调整。VR Works Audio 全新音效表现。针对日渐盛行的虚拟实境技术，除了影像的呈现外， NVIDIA 更关注声音的表现能力。Nick Stan 表示，好的音效对于沉浸感的影响并非加法，而是乘法。如同光源运算在环境中的反射与材质运算，透过开发套件 VR Works Audio 技术，可以追踪游戏环境中的音源反射，最多可以同时模拟16000条声波，并进行最多12次反射运算，塑造如同真实世界的音波传递。同时 NVIDIA 专属的 NVIDIA 5X 在新一代技术支援下，能够侦测 VR 装置如 HTC Vive 控制器与虚拟环境的互动碰撞，让使用者感受到如同真实世界的触感、视觉物理反应。 NVIDIA 5X 还能呈现爆炸、水波、流体、布料、毛发等材质的物理运算，增加沉浸感。目前 NVIDIA 5X 在全球已经有600多家厂商使用中，即将于 Steam VR 上推出的 NVIDIA VR Funhouse 就是为了体现上述技术而由 NVIDIA 所设计的 VR 小游戏机体，游戏里 Unreal Engine 4
开发，提供模拟真实游乐园中的小游戏设施，让玩家感受拟真度更上一层楼的 VR 环境，以影像、声音还有碰撞、爆炸、流体等物理特效来呈现，届时玩家可以下载并搭配 HTC Vive 游玩。